距离湖南卫视2017全新音乐节目《歌手》1月21号首播不足半个月，原本秘而不宣的首发名单逐个揭晓。1月8号，第5位歌手终于新鲜出炉，素有情歌王子之称的光良拨开迷雾走到台前，让观众们直呼意外。大家好，我是光良，很高兴在这里跟大家见面。马上呢，我将要参加湖南卫视的歌手。出身于马来西亚的他，是目前公布的首发阵容中唯一一个来自异国的歌手。作为流行乐坛公认的情歌王子，一直以来大众印象里的光良都是个唱着情歌的治愈系暖男，代表作《童话》《约定》《右手边》等歌曲红遍大江南北。虽说大多音乐作品充满柔和氛围，但做音乐的专注态度却使得他对于上节目的标准要求十分严格。不擅长综艺的他甚至曾直接表示过对此的抗拒，所以此次光良赴约歌手也不由得让许多曾了解他的人纷纷猜测其中缘由。不过既然光良来了，那这次参加歌手一定又会有更多暖心情歌会被唱红。想听到如童话般的声音，那就千万不要错过1月21号起湖南卫视歌手啦。芒果 TV 也将全网首播，芒果拉新闻牢牢已经做好耳朵怀孕的准备啦。报道。